平常都没有接收紫外线，好，所以绿檀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木头。这个好，绿檀有淡淡的香气哦，你可以拿起来，我们看看每种都可以，我们看看哦，有的是有点偏酸哦，是红酸枝系列的，像这两天大家有吃那个非洲紫檀啊，可能有人就直接说这是红酸枝，这是红木系列的，那你就会觉得它的木头的香气，你刚刚有点带酸味这样子啊，啊有的是香气哈，比如像这个应该是柏木类的啊。薄木类是像那个刚刚校长讲，我去谈的薄啊，那是美国香柏，就是也是有香气啊，那它是软木，跟块木啊一样同等级的，就是有香气，然后又好结胶。嗯，哪一种比较软呢？薄木，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，这不是软的哈，你拿起来重量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个黄连应该也是算新的嘛，黄连。啊，正好正好。你就拿起来，它底没的。这是越狱呢，很硬嘞，对，这很重，很沉嘞。我连木算，这个比较重，沉甸甸。你要试试看吗？还有哈，这比较重。所以如果觉得对硬木有恐惧的，就拿轻一点的木料啊，拿轻一点的。已经有算到恐惧症了。九号是这个。这个是。